随便放啊，哪儿有地方你就放哪儿吧。哎呀，哟，研究房啊？嗯。哎呀，青青呢，总是不怎么搭理我，我觉得她是对我没信心，觉得我不认真，所以我打算送她一套房子。青青呢，现在住的房子还是小一点，我觉得房子呢。 要大一点才会舒服的，依我看还是复式结构会好一点。哎，你看，我跟青青，我儿子，我妈，青青他妈，这就要四个房间，还有书房、客厅，还有饭厅。那这个房子没有五六个房间是不够住的。我是想啊，到时候我们可以一家人住在一起，其乐融融，多幸福啊！ 还不如干脆买一栋别墅，一步到位算了。啊，这个什么，我还有客户，我送过去了。嗯，不送了啊。别墅。哎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燕子在这儿啊。坐。哎，爸，坐。你这坐着，你真辛苦，燕子，我给你捏捏啊。哎哎，不。别弄了，你放松，燕京啊，燕京。哎呀，来放松，哎，不是不是，燕子，不是不是，脊椎，我这脖子脊椎，哎呀，舒服什么？不行不行，我这个颈椎，颈椎，对呀，啊，颈椎不是，颈椎你早说呀，不是不是，放松放松啊，放松放松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一二三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好了燕子，先等，我的心窝。 把这床，哗哗哗哗哗！你是我干嘛呀？杨小苹果，哎，妈，爱你都不行，哎，我干嘛呀你？哎呦，哎呦，干嘛呀？正练着呢。出事儿了，出事儿！说什么事儿啊？看呀，这正是练着呢，你。 放松啊啊！闭着眼睛，来来来，舒服吗？舒服吗？哎呀，太阳穴！哎呀，别弄，别弄了！哎呦，是你老公吧？放松，怎么了？你小保姆在干嘛呀？还摸呢呀？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，怎么爱都不嫌多。好了，脸好了，脸好了，哎，全套。 行了，燕子，哎，好，别，别弄了，别弄了。行。哎呦，小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这孩子可真沉得住气呀、啊，我都看了，都摸着大腿在那咯呀妹呀的了。你怎么不去按个摸吗？小三都打到家门口了，你还这么沉得住气？妈。 你这有点不对啊！这个保姆是你领进来的，那你说他这小三儿，那不是隐男不是吗？我就是想考验考验游兵的坚定性。哎呦，死洋怪气！哎，别弄了，别弄了。 你喜欢你？哎呀，我跟你讲了 N 多遍道理，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？行了，我也不跟你讲道理了，我只跟你说一句话啊，我结婚了。 那我也跟你说，其实我也想了很久了，我现在想明白了。你看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对我好。
我也一直都喜欢你，这你也知道。你突然跟嫂子结婚，我也没怪你的意思。我明白你是因为觉得我们年龄差了十几岁，你觉得你不能给我幸福，所以不能跟我走这一步。是啊，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，所以说不合适，非常不合适。没关系的，真的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不要你什么承诺，我也不要名分，只要能永远跟你在一起，我无所谓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？你小小的年纪就学这个呀？啊？你说这个话你脸不红啊？你爹娘听见这个话心里不难受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你爹娘，我大耳刮子我扇死你！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我对你没有过任何的非分之想，我要是有，我就会堂堂正正地告诉你。我帮你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，一来呢，我们是老乡；二来呢，你小小的年龄就出来打工，很不容易，是吧？你说谁没有个年轻的时候？我呢，就想竭尽全力地去帮你，尽管我的水平有限，很多东西我达不到，但是我尽量地去帮。别说你一个女孩子了，现在就是一个男孩子，我也会去帮的。所以说，这个帮不帮和喜欢不喜欢是两码事儿。那你从来都没喜欢过我？我没喜欢过。一点一点都没有。一点点都没有。你怎么能这么狠呢？燕子，不是我对你狠。我这是对你负责。是，不否认，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不怎么地的人，啊，有点钱儿，有点好处，就想占你的便宜。你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啊！我告诉你，什么是真正爱你的男人？真正爱你的男人，人家是堂堂正正的追你，堂堂正正的把你娶回家。不可能让你去当什么小三儿、情人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告诉你，有过这种想法的男人，就是耍流氓，就不是个东西。就按照过去的话，这就要判7年。你告诉我，要是有人谁对你这个样子，我打死他。燕子，等你慢慢岁数大了，你就明白了啊。你还年轻。今后的路还很长啊。这回看见了吧，这就是你说俩人勾的呀。啊，我没说他俩勾的，我怕尤冰立场坚定。妈，这回你放心了吧。我就说嘛，我老公这人呢，虽然丑了点穷了点，但这人品绝对杠杠的，行得端坐得正。这要是别的男的这样的妹子，哎呀，这样勾搭他，那早半推半就同意了。也就我家男人是吧，这个义正言辞把人拒绝了，还教育人妹子一顿，多棒。那以后你还是我哥吗？这个道理你要是想明白了，我就是你哥。你要是还想不明白，我就不是你哥。美的嘞，怎么着？有年轻妹子给你表白，马上显得端起架子高大上来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妈把我拉墙角偷听去了，非说你跟燕子有一腿。行啊你，
临危不乱，在下绝对敬佩，请受我一拜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气死我了！哎，行行，你不都教育他了吗？我看他挺听你的，放心吧，啊。不是你妈也是，干嘛让他到咱们家来当保姆啊？那是我妈跟他一拍即合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妈说。哎呀，不用说，他就是死活让咱俩分开。对呀，我是你和大刘之间一个最大的障碍。必须的呀，要不然我花10万块钱，你就是我跟大刘之间一座大山，横在我和土豪之间。噔你噔噔噔噔噔你噔噔。赶紧吃完饭收拾吧。哎，空调怎么回事？念老，青青，你俩回避一下。为什么要回避啊？行，坐这儿可以啊，别吭声。妈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纵容燕子这么做的？什么事儿啊？燕子做什么关我什么事儿？燕子，是不是？妈，你也是一个当母亲的人，如果她是你闺女，你舍得让她这么去做吗？哦，你闺女是金枝玉叶啊，人家别人的闺女就是下三滥呢，她才20多岁啊，她是一个小孩啊，你怎么能让她去干这种事呢？让她去当小三儿，让她当第三者，你有没有做人的起码道德底线？尤斌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谁让你这么跟我说话的？她这么做，她自己愿意的。她愿意的，不是你纵容她能愿意吗？他是小孩，他不懂事儿。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也不懂事儿啊！哎，哥，我知道。其实我……你闭嘴！老公，少说两句。别闭嘴！妈，你也是一个当母亲的人啊。他是个孩子，是个孩子呀！你不为孩子想想吗？你也得为人父母想一想吧。尤斌。你太过分了，你太过分了！你真说对了，我就是想拆散你和青青的婚姻。你还说对了，我不讲道德，我没有道德底线。为什么？都是因为你逼的，是你逼的。青青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就想让她过一个舒服的、幸福的生活。你找个镜子，你找个镜子，你里里外外、前前后后的，你照一照，你照一照你自己，你哪一点配得上我们家青青？好吗？啊，你吃我们家的，住我们家的，你还在这指手画脚 ？No， 不可以！好，好，好，不可以，完全不可以。是我前前后后、左左右右、上上下下，我哪儿都配不上你的闺女。行了，我也不在这住了啊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离婚，散伙！哎，尤斌，尤斌，尤斌，你干嘛？尤斌，尤斌，你干嘛呀？好好的干嘛？干嘛要走啊？你眼线糊涂了你！我真受不了你那个妈！我知道她不对，我替她算赔不是行吗？你别生气了，你说你走了我怎么办呀？哎呦，尤斌，我替你去找燕子，跟她说对不起，行不行？我告诉你吧，我是故意吵架。什么？青青，你导演的这出戏别再往下演了。再演下去的话，受伤害的人更多更多。你妈这么做虽然不对，但是我特别理解她，她是为了什么？不是为了你吗？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我求求你，你别再这样了，你好好过日子，别再折腾了，别再闹了。明天我就跟你两个把离婚证办了。还有，大刘这个人不错，我不想耽误你，我也不想耽误你找对象。合着你在这撒泼打混，就是为自己先不下台呢，是吧？合适吧？你那5块钱要不要了？我不要了。那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哪样啊？
我不可能为我这五万块钱不出卖良心吧？我不可能为这五万块钱我耽误你了吧？我更不可能为这五万块钱我眼睁睁地看着这瞎闹胡闹。这个钱我要拿到手，我心里不安，不安你知道不知道？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你回去吧，你把这些事儿原原本本的跟你妈妈说说，好好过日子，别再闹了。还有大刘这个人的确是不错，我希望你找个好人，找个好人家。牛逼！耶，回来了。你又折腾什么呀？啊，你干嘛？什么叫我干嘛？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，不是，我开店呢，你先别烦我，我正接待顾客呢。哎呦天哪，你先，哎呀，你别动，你别动我这些东西，要不然我一会儿给我弄乱了，我都不知道给谁的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动。哎呀，哦，我说咱俩能不能聊一聊？你要找我聊什么？你打算在我这儿住多久？我也没地儿住啊。哎，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？你媳妇儿知道别闹什么误会，她不介意吧？啊？哎呦，我现在确实是挺困难的。我这个，要不然这样吧，等我挣了钱以后，我每个月按月租还你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你欠我的钱呢也慢慢还，我欠你的钱呢也慢慢还。咱俩这都是穷苦出身，我现在也是失业的起步期。我吧。哎呦，你也甭我了，我先眯等三分钟，然后咱俩接着聊，就三分钟。明天你就给我去拿离婚证，都怪你不听我的话，好吗？现在混到一个离婚的地步，你下次再结婚就是一个二婚的人了。当然了，你这次婚姻没有孩子，所以没给你留下什么后遗症啊和麻烦事，这点对我来说是很安慰的。你放心了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妈，你让我安静会儿行吗？像尤斌那样的男人，你有什么好留恋的？叭，门一甩就出去了。我最看不上这种没有礼貌的男生。你别再说了，行不行啊？来吧，阿姨。大刘啊，啊，青青在不在？在。不高兴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进来吧，大刘。啊，好好好，来，啊、欢迎阿姨好，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好好好。青青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是过来看你的。要是你心情不好，不如我们出去转转。哎，大刘，好啊，你陪青青出去转转，聊聊天，散散心。不用了。啊？我想安静一会儿，不想出去。那我就在这儿陪你聊聊天，啊？也行啊，让大刘陪你说说话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好。你就不能让我消停一会儿啊？你干嘛去广场？你怎么就不能死心呢？小王，小王，你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？算我求你了。哎呀，小王，你看你那房子房龄太久了，而且你那房贷还没有还清。
这个银行有规定，这个真的不能再做抵押贷款了，要不然 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，行吗？ 我先忙了。你好，我能借用一下手机吗？哎，你好，我能跟您借个电话吗？您做什么用啊？我在家跟我们家人吵架了，跑出来没带钱，我想给我老公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接我。借给你吧。谢谢啊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怎么了？不知道电话号码。你连你老公电话都不知道？那你知道叫什么、住哪儿、在哪儿上班吗？谢谢啊。哎，没关系。刘斌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走了之后，我妈就逼着我去取离婚证，后来大刘也来了，我实在受不了就从家里跑了出来，也不知道去哪儿，就只能找你了。我身上没钱，也没拿手机，还记不住你的号码，就只能在你家等着。我也是在外边忙了一天，也是刚回来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说好两人一块演戏的，你演一半就走了，后半场让我怎么办啊？你妈现在还在逼你。哎呀，你也别怪她，她毕竟她是你妈，为了你好嘛啊。至于说大刘今天来的确实不是时候，但话又说回来，你不能因为自个儿失恋心情不好就失掉一个好人呢、啊。好人？好人我就应该嫁了。满世界的好人，我周青青是不是应该见一个我嫁一个呀？小点声，小点声，来来来，先把水喝了啊。就算我三十了，就算我刚刚失恋，难道我就不能等一个我真爱出现吗？你们就算准了我这辈子不会有真爱出现是吗？大刘是个好人，我承认他方方面面都合适，可是我不爱他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我就不能等一个真爱出现呢？怎么我就非得遇到一个合适就把自己嫁掉啊？难道我就不能等一个我爱的他也爱我的，然后高高兴兴把我自己嫁掉吗？为什么我不能啊？哎呀，这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真是对不起啊，忘记了还有爱情这一说啊。不过要说大刘吧，确实挺适合的。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是怕耽误你的青春，耽误你的姻缘。哎呀，是别说三十，就是五十六十也能找到真爱，对不对？我可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啊，无意中成了你妈的帮凶。不用说，就是个偏见，不用不承认，你们都有偏见。我承认我刚分手了，我是很难过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承认三十岁的女人不好嫁，可是我怎么就遇不到我的真爱啊？你们怎么就认为我的真爱不会出现呢？有，一定有，你放心，
只不过那个人没出现。跟你讲啊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人多了去了，真的一定会出现的。你不才三十吗？我都四十了。俺妈曾经跟我说过，孩子，咱甭着急啊，只要你定下一个标准，按照这个标准去找，将来你就能找到。你看，你给自个儿定的是什么？啊，不妥协，不凑合的标准，就凭这一点儿，将来你就能找到一个你爱的和爱你的人。还像句人话。行了行了，先赶紧去吃点东西吧。啊。你是不是一天没吃东西？嗯，真好吃啊。我也一天没吃，咱俩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啊。解脱是否我承认这是个错？解脱，唱什么？唱跑调。你也跑调了？我才没跑调呢。跑月球啊，跑天宫一块儿。哎，你这走了一天脚累不累啊？累啊，怎么着你还能背我？那哪到哪儿啊？呀，想明白了，5万块就准备挣了。废话，谁跟钱儿有仇啊？我都想好了，挣了你那5万块钱，我就给我前妻，然后呢，我好好的跟你演戏，把戏演好啊。接下来呢，你解脱以后就找一个拍档啊。提高了呀！来吧，走你！一二，走！哎、快点！解脱！慢点！我们回来了。你说有丈母娘盼着我们离婚的吗？是吧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是您闺女，我周青青，我你女婿尤斌，我们感情非常好，我们不可能离婚，形影不离。嗯，我们会生两个娃，是吧，老公？对对对呀、啊，两个，老公，我老公上去睡吧。吴总，帮您在餐厅预定了包间，现在离预定时间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。嗯，让你准备的东西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，在您车里。知道了，您去吧。那陆总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喂。下午好啊，你答应今晚给我供给晚餐的。半个小时以后我会准时出现在你楼下，我保证会是让你满意的护花使者。那好啊，卢使者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一定要准时到，我这个人最讨厌迟到的人。 OK。 是的，女士。好吧，就你了。大家辛苦了。Cheers。 嗯，红酒不错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没人知道它的珍贵，暴殄天物啊。
那是因为在我的眼里最美的只有你。行了，干嘛？这么好的餐厅，这么好的红酒，法国大餐，有什么事儿直说吧。怎么，请我爱的女人吃顿饭，非要有什么目的吗？亲爱的，这年头，一个男人肯花心思为一个女人做一件事情，哪怕很小的事情，都不是白费功夫的，都有极强的目的性。啊，是这样，你看，其实也不是有什么目的，但是你这么说，好像我真对你图谋不轨似的。给你的。干嘛？项链、手链？打开看看。好，看看你卖的什么馆子。嗯，东西不错，但是我不能要。无功不受禄。我当然不是，你看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后天晚上要举办一个聚会，所有人都会盛装出席，我想要你做我的女伴，陪我一同出席。那跟项链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你想，如果你陪我一同出席晚宴，那我必须要负责让你当天晚上光彩照人呐。还挺细心啊。你是答应我了是吗？心情大伙坚强点啊，乖乖的，真棒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来走走，来了，走着，慢点啊。哎，姐，嗯，你老公人可真好，他对狗好，对你肯定更好。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不对劲啊？哎呦，真的，我那可是在书上看的，人说对动物好的人呢，那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。真的呀？真的呀。干活去吧。哦哦哦。哎，就这儿啊。啊，来来来，就这儿哈。来来来。青青，我介绍了两个哥们儿来买狗啊，哎，随便看啊，随便挑，里头哈，里面里面里面都在里面，都在里面，随便挑啊，不错啊。他可不能吃巧克力啊，巧克力里边含可可碱，人吃巧克力没事，他吃了有事儿啊。拉倒，那狗还不吃巧克力？哎，大刘，这狗多少钱我都买了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哎。这下面那只毛不错啊，这我可要了啊！听见了没？两条，两条都要了，价钱都没问哦。我想问一下，在这之前，你们养过狗吗？就没有，没有。你们是有时间打理吗？它是这样啊，这个狗跟猫不一样，猫可以一个人玩，狗必须得有人陪，有人遛，否则的话，它会得抑郁症。狗还得忧郁症啊？哎呀，你烦不烦啊？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你是老板吗你？不是，这跟老板不老板的没什么关系。因为二位既然想买，我就要把养狗的基本的常识告诉他们。你说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送上门的生意你都不做，我不跟你说，我跟青青说。青青，我带了。说了，大刘，你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你带人过来买狗，我很感谢你，但草菅狗命的事我干不出来。你们爱上哪买上哪买吧，好吗？啊？还愣着干嘛呀？喂狗去。啊，马上，马上。卖不卖了呀？啊！你们先上车。好好。哎，
今天的事真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最初是你让我留下来想办法，让我努力去追求青青，现在又是你当众拆我的台，没人品，没义气。不是啊，问题是你们俩朋友啊，不像养狗的人。问题的关键不是养狗啊，养狗只是借口，这叫迂回战术，你懂不懂？我通过介绍买狗来讨好青青，这下好了，这也不行，还差点把我当成杀父仇人了。他喜欢狗，他喜欢小动物，你不是不知道啊。那你现在叫我怎么办呢？要不然就算了吧。你看这事儿啊，跟买狗是一样的，你光想着买不行，你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卖，两厢情愿的事儿。你看你刚才啊，一脸土豪相，两个搞定了，不花钱了，那是干什么呀？人谁受得了啊？你得考虑到人家卖主的感受啊。不能一脸土豪相，还得考虑卖主的感受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不能霸王硬上弓，还要讲究方式方法。对嘛，两厢情愿的事儿，方法对了，一切就顺理成章，顺风顺水，要啥有啥。你这不挺明白吗？好，我明白了，以后我一定会先动脑筋再行动。谢谢你兄弟，谢谢你。妈，快睡着了。热了。大刘走了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他再大声二百五的朋友两点起。不，今天这事儿呢也不能全怪他们，我也有我的责任。你不用自我检讨了，本来就跟你有关系。我今天我呢想跟你坦白一件事儿。姐，你快来看，阿虎越抽越厉害了。你要带我上那儿喝茶啊？嗯。啊，别，太贵了，别去啊，一杯七八十呢。钱是用来享受的，走，不差钱。不差钱也不能烧钱啊！回你房间说去，那儿喝茶又不要钱。你到我房间？嗯。那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一个年轻女孩到我房间，会让人误会的。哎呦，大刘啊，麻烦您问一下，您今年多大岁数呀？你这样问人家好像不太礼貌吧。您哪哪有什么不礼貌的，多大岁数？四十。啊，有五。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别受打击哈。你跟我爸同岁。啊，真的？我爸妈生我生得早。你几月？五月的。我爸八月。你看你比我爸还大几个月呢。那我得管你叫大杯。走吧大杯。走，上你房间说去。那不要钱。哎，大杯，你小孩是不是跟我差不多大？行了，不要再谈这个事情啊。哇，你这好高级啊。嗯。谢谢大杯。哎呦，别闹了，你把我搞得都没兴趣去泡妞了。哎呀，今天真的是受打击太大了。我就知道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就知道了，你要是成功了肯定就陪在你的女神身边了，还能打电话跟我这个狗头军师吐槽啊。其实呢，我是想帮他，我只想帮他卖两条狗，让他多赚点钱。哎，就硬是让你那好大哥直接给搞散了。你自己都说了嘛，你这个女神不爱物质，你怎么老拿钱泡她呀？我没有啊，我已经改变策略了，从她喜欢的地方入手，慢慢的去靠近她。啊，你去买她的狗投其所好啊？对啊，这不还是拿钱砸吗？嗯，你得好好反思反思了。你看我哥，什么都没有吧，也没钱，那为什么他能赢得女神的心啊？对。还能把你这个小丫头弄得死心塌地的。哎呀，我真是见了鬼了，她凭什么？就凭她那副尊容。打住，你们呀，这对女人都是有误解的。
是，物质是感情的基础，是吧？没钱谈什么感情啊？但是，对于一部分女人而言，解决温饱就可以了。之后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，她要对这个男人有好感。哎，那怎么才会有好感呢？你跟我说说，你对你哥的好感是从哪儿来的？崇拜。我觉得我哥特别靠谱，我只要有任何麻烦，他都会马上帮我解决，所以跟他一比，所有男的都不靠谱。我明白了，我悟出了一个道理。嗯，这重点就是要对比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我懂了，你就等着看我的好戏吧。往心里深处猜，爱用你才够精彩，期待一个温暖的所在，哦哦，抱着你还有什么不应该，现在已不在，未来未必来，终于明白最美好的是你的依赖，靠在你身边再也不分开，感谢上天把你交给我。发现，每秒处处在生命。